影 G 奶蒼井空日劇赵曝光蓋棉被純拍戲蒼井空在日劇中有盆血床戲图桃王花 Twitter 蒼井空 IG 2018年4月4日AV 界代表人物蒼井空转行当演员新作桃王花将于14日上档近日他也在个人 Twitter 宣传新戏电视剧官网也是出预告片虽然蒼井空不再拍成人节目但剧中仍有盆血床戏让不少网友直言这桥段一点也难不倒身经百战的蒼老师蒼井空去年1月郑重申明不再具有 AV 女优身份也积极投入戏剧拍摄当演员新戏桃王花即将上档剧中她饰演一名被诬告杀害老公的孝子而在预告片中也惊见她肉搏演员生岛永辉熟练演技让人直言该桥段对她来说根本小意思除了官网的预告片该剧 Twitter 近日也放上肉搏照发现蒼井空与生岛永辉即使拍床戏仍能赤裸裸地听从演技指导彼此一点也不感到害羞